天农场来了很多工人啊，非常多，因为今天要种那个榴莲树苗。然后这一个土包上面有三个坑，买三个苗。这是他姐夫这边，一二三，放三个苗。然后等树长大了之后，就把那个树对立的面啊，对立面稍微修剪一下，然后让树枝往外面长，外面生长，这样长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是比较大的苗啊，这个是两年的苗，这个苗比较贵，600株一棵，那个小的是120，这个就比较干了，没浇水了。就是这个水啊，这个是池塘蓄的水。这边装了一个，这边装了个泵，然后抽，直接抽到那个上面那个水箱，然后从水箱流下来，来给这些榴莲树灌溉。好，现在过来吃早饭。这是他姐姐这边的房子，然后后面装了一个后门，就从这个地方上去，然后做了个围栏，做了一圈拦网。这个拦网非常贵啊，这个铁丝大概花了4000多块钱人民币，就围住一圈，还不算人工。然后给他买了一些太阳能的灯啊，这个灯晚上很亮啊，太阳能的有几个。这是运那个榴莲苗的车，今天榴莲就全部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现在今天已经运过去了。现在过来吃个早饭，豆浆油条。这是他姐夫这边的一个两个水箱，用水泥那个柱子做的，里面是空的。哇，看起来挺复杂的，也是弄了很长时间，弄了2个多月。然后那边可能在种榴莲，过去看一下啊，我也学一下。然后这些工人其实是帮我做那个厂房的工人，被他姐夫招到了太石油去工作了，相当于今天是礼拜天，相当于他们现在在做临时工吧，赚外快，因为今天是他们休息的时间。他姐夫在太石油相当于是一个包工头，然后这些是在他不算是手下吧，就算是分包给他们，让他们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理论上这些都是他的帮工。好，现在去看一下怎么种榴莲啊，大家撒一下那个有机肥还是什么肥。然后这个是稻草，然后种完榴莲之后要铺一层这个稻草，防止水分蒸发。当然我买了一些防草布啊，到时候可以给他用一下。他姐夫也会种啊。他现在姐夫在教他们这些工人怎么去绑这个固定这个榴莲树苗。这边已经是种好的榴莲树苗，三棵苗，然后铺了一些稻草，撒了些肥，然后浇水。其实这个不难，但是可能上面要做一层那个遮阳网啊，不然这个苗晒久了不好。我从国内买了一些防草布啊，待会给他拿过来试一下，看这个看他要不要。用个稻草挺贵的，铺这多少稻草。现在我们顶着烈日啊，把这个围栏给做了。我们是用那个竹子做了围栏，因为农场竹子比较多，全部是这个竹林里面看的竹子，然后做成围栏，用这个我国内买的这种塑料网，这种抗晒的网还比较好。然后早上把这个坑给挖了，现在顶着烈日干活啊，效率非常低。
然后这是刚刚竖的几个柱子，然后竖完之后准备用这个钢丝绳把它给，就是钢丝绳，用那个钢丝绳把它围起来，然后固定。然后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围栏给做完，因为下午我们要回去了。现在下午四点钟，我们两个把这个围栏给做好了，大概二三十米吧，反正车是走不了了，人是可以走的，人是可以从那个后面绕过来，啊，人是挡不住的。不知道他又在干嘛，女汉子，他们嘞？好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挖的池塘啊，这个水位已经降了很多了。之前水位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排水口，在这个地方已经降了差不多有一米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昨天种的玉米，因为我们懒得浇水啊，所以种在这个离水近的地方。然后这里种了一圈，已经发芽了。因为我们这个围栏已经没有了啊，那个不够长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只能像这样乱七八糟堆一下。还有一个铁丝网，下一朵泥，下有一个铁丝网没用的，然后刚好就可以放在这里。现在过来买晚餐，今天是礼拜天的下午六点钟了。这个市场人好多啊，这是我见过人最多的一次啊，人非常非常多。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是十八线小镇啊，所以能见到这么多人还是很少的，很少见的。没关门了，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市场，因为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市场是卖花的啊，所以有两个市场。今天这里还是临时开的一个市场啊，你看这个地都还没有修整好，临时开的一个市场。买鸡蛋65株，然后再买点红薯。有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0。可不卡。再买个西兰花20株，一颗20株啊。白菜很少见。20株，都是20株。香蕉，然后这是番石榴，这个一包也是20株啊。这东西农产品都很便宜。711这种香蕉4-5根就得20。这个芒，这是芒果糯米饭的芒果啊，因为这个芒果还没有完全熟，带一点点酸这个时候，所以我很喜欢吃这种状态的芒果。35株一公斤，便宜啊，在巴提亚是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的。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在农场的第一餐，就是在农场做的第一餐啊，因为之前是在外面买的。现在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这才是我们的晚餐。哎，来过来，长跑运动员了。